这是我们家的猫。对，我们特别为。那总统可以带回去做做纪念的，对对对。然后这个也是给总统的，对。然后这是一个小礼物，我把它带回去，另外一只做纪念。Three, two, one.今天落成的硬体研发中心，更让台湾成为仅次于美国总部最大的硬体研发基地。 Google 对台湾的投资建设，也显示出我们努力提升台湾的竞争力，已经让世界看到台湾，也持续的看好台湾。现在的台湾产业聚落更加的完善，供应链也在疫情时间展现出韧性，那么各项优质的投资条件都获得外商高度的重视。从2016年到去年，外商对台湾的年平均投资金额是103亿美元，远高于2008年到2015年的53.6亿元。那么去年外商投资台湾的金额也超过112.5亿美元。当越来越多的外商选择投资台湾，我们就能够持续在全球的供应链上占有关键的地位。随着 Google 硬体研发中心的启动，我们期盼透过更全面和深入的合作，让台湾在晶片、6G 以及 AI 技术等应用领域持续的发挥关键力量，也为全球做出更多的贡献。